黄文林和吴振峰两个人的嘴里已经什么出什么来了。吴振峰是一个突破口，之前根据黄文林的交代。 吴振峰回到云河，就是为了寻找 K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还有很多没交代的。这个吴振峰已经关了多长时间了？是不是该放了？林觉，不能放啊！ 队里人手不够，我们对吴振峰的信息掌握的又少，放了根本就盯不住。开花，先这样，跟赵四打个电话，我这边签字，把人转移到戒毒所。可是，根据冷峰的报告，吴振峰的量根本进不了戒毒所。他毕竟吸过毒嘛，想想办法。 事到如今，好像只有这个办法了，是吧？是，干完，找领导的思路吧。哎，你们的思路。还有，明天的禁毒大队组织召开会，我要回省厅了。会议的主要内容，我想听听你们侦破的方向。 二亮哥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有个小混混，他以前是 K 的人，之前他偷了东哥一批货，现在他人就在戒毒所里面，我想进去找他的。我之前派了骨头去找 K 的人，结果被 K 作局弄进了戒毒所，你进去可以找他。